一个我们不曾相遇，我们是在哪里？如果我们从不曾相识，不存在这世界。Welcome to New York。谢谢你们，五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这是我第一场演唱会，就是给 Mayday， 希望可以再听十年。很高兴可以在纽约看到五月天。多开演唱会，多来纽约，欢迎五月天来纽约开演唱会，耶、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9号，上次五月天人在这边是5年前，转眼间5年好快啊！你们如果人生还有机会看到五月天，5年看一次的话，不知道还能看到我们5个人几次呢？别忘了。我们五个人的年纪跟你们好像是不一样的哦。今天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他们在门口问大家，有很多的人是00后。我想说，天哪，你们真的知道五月天的歌吗？你们真的听过五月天的歌吗？经过了今天，我认为是真的。谢谢你们来到这里，不管你是远道而来来到这里玩，或者你在这里求学工作，五月天很荣幸在今晚陪伴你们，而且我想要跟你们一起提早跨年，让我们一起飞到2023，好不好？准备好没？我们要大声唱，我就在你身旁，你的身体开展，牵着你一起